果被骗，没办法给团员演出费，于是大家都离开了。我现经历任何人都可以加入，结果是在这里面是没错吧？哦耶，挖到宝了！我讨厌古典乐，也讨厌跟古典乐有关的人。不是说10年可以改变江山吗？刚才听到的演奏是垃圾，我实在已经是忍无可忍了。你们知道他的外号吗？就是乐团杀手。9月14，我来戏剧台，贝多芬病毒。